让我们首先欢迎张哲瀚、邓莎。来，先跟我们所有的朋友打个招呼，两位。在座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提前祝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张哲瀚。那你演的角色是？我在剧中饰演的是魏婴这个角色。大家好，我是邓莎，然后在《翻书传奇》中饰演的是姚娟，姚女士。两位在戏里面啊。别看您平时演的都是副者，就是老师。我看前段时间你是演的那个胡歌的小的时候啊，那前面那段，所以大家都是特别关注。在网上把你称作全能男朋友，这全能是指哪些全能？我有点不太明白，怎么个全能法？全能男朋友就是，可以替自己的女朋友干些体力活，可以照顾自己的女朋友啊，然后。就是他像个机器猫一样，就是说在你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在你身边，帮你完成你想做的事情。就是大家觉得你生活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可以复制吗？多复制几个。然后邓莎在里面演的也是一个很生活中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女孩子啊，就是为什么是这么选他们两个人来演这个角色，演这个副者啊，绝对是有他的这个理由的。你们俩在里边演老师的感觉怎么样？年纪轻轻的，比较有压力吧，因为可能自己也比较年轻，刚刚大学毕业出来，然后去饰演老师。还好女老师她的这个心理的模式，她找了一帮就是比我们小很多的学生，就是说，哎，这让我们的感觉就更好一些，我们比他们大。我们最起码是一个学长嘛。对对对，还是有可以教他们的地方的。嗯，这要是弄一个年长的资深老前辈，我估计连话都不敢说，是吧？邓莎在里面演的也是，你们俩其实就是在一个地方工作的。对对对，他是男老师，我是女老师，然后他们负责教男学生，我们负责教女学生。因为其实之前我参加过很多女老师的剧，这一部剧呢是我第一次觉得哇，自己年龄大了。因为不会吧？因为确实很多学生他们都是十几岁，真实的年龄都有很多的，所以我觉得这部剧真的是有青春活力的气息。就年龄越来越小，这是应了那句话，出名要趁早啊。两位既然演了老师，因为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对于老师的要求啊，其实非常高的。你看，要身正为师，学高为范。至于两位在戏里面演这个老师到底合不合格呢？我们现场必须要考考你们。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古代君子要精通的是六样才艺啊，礼乐射御书数。你们俩选吧。我选那个玉。选玉啊，就是古代指男子驾车，是吧？邓莎呢？那我只能选书了。好，那么现场我们就来考考这两位，在古代当老师是不是名副其实啊？你知道吗？张哲瀚特意给你准备了这个御驾呀，有请我孤儿院上御驾。这俩穿越来的，老不容易了。来，请跳到舞台的中央，谢谢。耳八加重，是啊，那好。这谁准备的这个？谢谢我们工作人员，这是名副其实的马车。来，小张同学，请你给我们演示一下，你将如何来驾驭现场为你准备的特殊的马车？你的老师于正老师看着的啊，你得好好表现。不知道这个车有没有脾气啊？对，我帮你先拿着话筒看。不是，君子上马之前，上车之前有点动作感在，你得撩个袍啊什么的，是不是？对，没关系。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好，谢谢张哲瀚给我们现场演示的古代君子如何驾车。
到了，我害怕。要摆姿势吧，让我们找找甜蜜蜜的感觉。哎，戏里你俩不是我俩找甜蜜蜜感觉不对了，就成另外一部剧了。没关系，他们现在还没来呢，没关系，刚看一遍。你们俩怎么样利用这个古代的道具来找到甜蜜蜜的感觉？现在就是《搬出传奇二》了，你们俩是男女主角了。坐也可以，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道具，你会怎么利用它？对，你们俩一看在《搬出传奇二》里就演不了情侣，一点都没有交流，没有什么感觉呢。想不想下一步演情侣了？其实我俩演过情侣，还演过夫妻。太早熟了啊！好 ，OK， 可以了，请我们工作人员撤下我们这个预架。难为你们怎么想不出来啊？前面加个马头，这个太有创意了，画龙点睛。好，小张同学给我们展示了这个玉，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那个莎莎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书。在古代，这个女妇其实她能不能入宫做女妇要求是非常高的，除了出身这个名门望族，她的受教育程度，对吧？这些都是有很细致的要求。但是生活当中，您看到你在戏里边有写毛笔字吧？嗯，没有交代，但是戏里头对是有。但是我们的戏生活当中，就是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绝对是能文能武啊，实至名归的妇者。不敢说，不敢说，只是个人爱好。我觉得今天应该请我们工作人员换成书童，发展成大吉来伺候的才有味道。在我们这个姚女妇挥墨的同时，我也不情之请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张哲瀚演唱了我们的，应该是我们这个电视剧的片头曲是吧？叫什么名字？惊鸿。今天你就将惊鸿一瞥，你来给他配着唱，然后他来写毛笔字写大字，我觉得更有味道，你觉得呢？行。哎，你真唱啊？真必须真唱，没有伴奏只能真唱。好。给魏成福留个地儿，你俩展示可以交流着，一边唱一边写都可以交流着啊。要不给你舞蹈助兴。还要喊一背齐吗？不用了。应该先铺点音乐哈、啊，再写。你先唱吧。应该先，其实他录屏我就唱了。对，这个节奏来。烟火之畔，一场纷扰一场梦，痴心掏空，只为片刻惊鸿。你已是我生来最美的缘由，怎能让山盟海誓流于了指缝。繁华归中，泪湿透了眼眶，几人为爱动容，浮华虚空，不及你的恩宠。还没写完，歌要唱完了。倒带倒带，再去唱一遍。我在想他在写什么字呢？我已看到了一个收字。其实你应该在旁边顶多伺候着，一边唱一边伺候着。我以前多听。这要求太多了啊！你看他运笔的那个感觉啊，这绝对是童子功。手也抖。童子功，所以对于一个职业演员来说啊，艺不压身，真的是多点技能在身上，只会为你未来的发展如虎添翼。哎，你除了会唱歌，你平时生活还喜欢做什么？喜欢做的事情很多，兴趣爱好比较广泛。大家想看他干嘛？跳舞啊。
跳。是啊，主要人家在写字呢，我怕这个台一会儿塌了。你们平时都喜欢跳什么舞？现代的还是古典的还是 hip hop 还是？对对，街舞这种类型。哦，你还跳街舞，看着这么斯文。这么斯文。就是现在的流行跳什么样的街舞啊？就是hip hop。又又，不是澳门吗？又又还拍的，也不着急慢慢写啊。写字其实很要静心，但是这个莎莎真是啊，不急不忙的运笔，绝对是很有味道。这几个字写下来，而且在这个时候写这几个字是非常好的一个寓意。毛笔字写怎么样？你在这里面有没有写毛笔字的？我这个人比较擅长的就是说，对这种，对这种，主要是注意武这一方面。就是写字啊，画画，就这种靠笔生活，就不写。从小画什么像什么？画的就跟小猪似的。对，画画鹤鱼跟大象。非常一个经典。但是你看你在这里边文质彬彬的，你老师，你在里边主要教古代的男女学什么呢？这个笔画我不行，说还可以。啊，就是靠这点这嘴皮子忽悠人家呀！莎莎的字写好了，你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哦，还没落款，但是用小笔就先这样吧。嗯，这不容易了啊！作为这么年轻的一个演员，这几个大字一写，哪儿见功力？来，这是对我们这部电视剧《搬出传奇》最美好的祝福，收视长虹。一定会。哎，这字写完了，你想要送给谁呀、啊？收视长虹，那就送给剧组吧。送给剧组，行。这个我先替于正老师收着啊，一会儿再给你。来来，我们工作人员，什么意思、啊？于正老师，小朋友为什么意思就表示红的不行不行的？来来，你过来吧，别蹲下了。好，谢谢啊，谢谢。然后今天呢，我看到姚女士在书法方面一展自己的才华，名不虚传。但是其实我刚才跟那个张之翰在旁边站着的时候，我感觉他眼神当中流露出了一种也想让你给他写一幅字的感觉，是吧？有吗？有吗？你现在赶紧收一幅，过年就涨价了。对，我第一次见那个邓莎写字，以前都没有发现他这个才艺。于老师都没见过，跟他太巧。早知道肯定给他加戏的，对，早知道肯定要加戏的。早知道的话，我就所有字都让他提了。对，啊，这绝对免费的。那张正汉想要你的字儿，我觉得不能那么容易让他得到。写几个字不容易啊，你得考虑。你要我什么字儿啊？先说。字儿。什么都行，只要你所写的，必须得是。落款啊，这不能随便给你。虽然我的字还不值钱，但是也不能随便给你。那我们大家希望看到哲瀚做什么呢？全能男朋友啊，干点什么？哎，就是他喜欢运动是吧？喜欢运动，反正他挺擅长扣篮的，我知道。但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对，所以我们就要不做俯卧撑，就地取材，做俯卧撑。好啊，太好了。今天穿的这么紧身，必须做俯卧撑。做俯卧撑是不是太简单了？是吧？俯卧撑它很轻松，它也是一定是很爱运动的小伙子。我们给增加点难度。您说，多少岁？谁做？谁做？让于正老师做。还是莎莎吧，还是我们莎莎吧。我们为了心疼一点这个小兄弟啊，俯卧撑莎莎坐在上面做一个。一个字好不好，莎莎？那我做一百个呢？哟，你这牛吹的，我怎么就不信呢？对，给你抄一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那你福报大了去了。来吧，开始吧。是。给点劲爆音乐，大家想看他这样横过来还是竖过来？这样子啊，横过来哈。来，先把衣服整理整理，别一会儿。也要脱衣服吗？脱吧，很多人。全都男朋友好好表现啊。
五个字儿啊。刚才你虽然送了我一个字儿，我虽然他用这个模式，因为我刚才给他放水了，我没有完全坐在他身上的。再来一遍。谁说的？谁刚才喊的？你上来坐他上面，我特别想看看你笑死了。行了行了，饶了我们这小兄弟吧，人家也得接下来还跑很多通告呢，得保存体力。关键是把劲儿都得使到拍戏上，我觉得这个最重要。他送我哪几个字？对，大家看看，形容你，你先猜猜。形容我的。对，是他对你的了解，你先猜猜。肯定是美好的。我觉得我在邓莎的心目中还是挺高大的。哎，刚才已经形容过了。哦。大家觉得怎么样？实至名归吗？全能男票，才做了五个就全能了，你怎么着也得五十开外啊！希望以后有机会啊，让小张同学全方位的向大家展示他的一生的本事。来，这个我得挂在我的床头，裱起来。两位站在一起嘛，站在一起。对，好，看直接放，轻一点。对。你们俩各自也没来，咱们可以找点 CP 的感觉，没关系。拍小鲜肉的感觉就是好，好，希望一直保持你的这个名号啊，全能男朋友，戏里戏外都是全能的。既然我们考过了两位老师，确实能文能武都很厉害，那么接下来我特别想知道，这样的老师能教出什么样的学生呢？我们欢迎两位在戏里面的学生米热上场，有请。学生吧。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哎呀，我还是有点紧张。哎，我很好奇，小品演什么吗？对对对。你是什么？那个？我是梅洛。哦，来，快点跟大家打个招呼，让大家好好拍拍你。大家好，我是米热，我在电视剧《班淑传奇》里面饰演，宫雪男弟子寇峰，也就是我的帅气的师哥学生。对，这么说他是你师哥，你俩都是上戏的师哥。那你觉得在戏里张哲瀚的感觉像老师？像老师？你有怀疑什么师哥？向老师这三个字他不是很熟悉，他老要过去。那个老师姓向。对，我听说你在里面和地狱热巴是有一段感情戏的，是怎么回事？没怎么回事，就是你演的。就你俩是相爱的，什么人物关系？就是他是楼兰王，然后他来大派以后，他就追我，然后就跟他在一起。他追你？别人追你啊？享受。当然享受。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吗？你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呢？因为我跟热巴是大学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嘛，然后在学校里面我跟他演过荧幕剧啊什么的，演过两个，然后就是反正比较熟悉。然后到现场以后，我觉得，这部戏也是我大四的时候拍的，所以感觉还在学校里面就是排练的感觉，然后搭档很好，开心的。嗯，对，可能那个时候年轻人之间的爱情也是那种感觉。那么既然你是师出名门啊。接下来就要考这个学生了，我们现在看着大屏幕，我们这考的特别有意思。过年了，大家都买火车票，我就觉得是谁这么的过分啊，要用这种方式。但今天要考考米热了，来看第一张图。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有白菜呢？这魏少妇最喜欢的植物是？哦，是魏少妇最喜欢吃哪一个？还好还好。因为我前段时间我自己开通的那个腾讯视频的会员，我自己看了，哎，不知不觉我自己那个什么，恶补了一下是吧？做了功课，因为我这个我是知道的。哪个？就是萱草这个，那个是这个。对吗？魏少妇。对吧？对。为什么？魏少妇，你为什么最喜欢的是萱草？因为我在剧中我的初恋就是他名字叫刘萱。因为他的玉就是像萱草一样的性格的这个一样的，就张馨予演的那个角色是吧？哦，所以你就一直特别喜欢他，而包括他好像在里面是跳崖了还是怎么被烧了。
他是被匈奴就是劫过去的，后没有能救成他，所以一直在我心里。那你怎么个全能男朋友啊？双全。你不说要保护女朋友吗？其实都是女朋友保护他，是不是？这些戏里面是这样的。傻傻分不清楚。来看第二道题，考你这的啊，仔细看题，不然抢着火车票。太后赐给班叔的礼物是什么？这个时候对我来说是最简单了，因为戏里面班夫是拿着那个尊师鞭，就是教训你的，哦，这比较简单一点。尊师鞭，对，尊师鞭，对。这个是太后赏赐给班夫，你也会用到这个尊师鞭是吧？没有赏赐给我，赏赐给班叔，就看到了是吧？就是惩戒所有不遵师法的教的人。因为后面部分都是班夫给我们上课，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在学校里面就是老大。最捣蛋，对，他这个教授。你就总是出来给大家当示范的那个，是吧？好，第三张图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应该你最清楚了。寇峰，你在戏里的角色，最爱的女人是谁？最爱的女人是谁？不是，我觉得这个比较难，我特别担心我会得罪人，因为里面全都是各个大美女，然后还有两个小美女。在戏里面。啊，戏里面我觉得我站在寇峰的。客观的角度来看呢，他最爱的是，虽然他是一个不解狂魔，但是他最爱的是应该是楼兰芳，因为楼兰芳女士让他得了爱，就最后就成他的全部感情都跟他在一起。是吗？我问一下，必须张飞是这样的吗？那是他的最爱吗？是他的最爱啊。对，你这三道题基本上过关。哎，两位老师觉得这学生怎么样？评价一下，算不过关了。我觉得这个学生，我怎么有一种学生比老师还厉害的感觉，比男少妇还厉害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学生就是怎么说呢，很好的学生，就是虽然在学校里面有些调皮，但是出来还是很优秀。我们教得好。我现在真的越跟那个张震翰聊，越有点质疑他演这个古代那么德高望重的老师，能胜任吗？能胜任吗？大家看戏吧，我也不知道。他生活上也挺像老师的。怎么会呢？因为我跟他是一个学校的嘛，他也是说，然后在学校里面就是我刚开始锻炼身体的时候，就去我们上戏的健身房，然后看他，然后其实他是教我怎么健身运动，然后健康问题什么的，他教我。我觉得他在我心目中应该是一个更高的老师，体育老师吗？这是他的意思，只有体力啊？那这里怎么办？啊，当时我还没有交流到这个。交流之后觉得这里怎么样？凑合吧。还行。相当好啊！行，我觉得看戏里边这个扮相，包括刚才的片花和感觉，绝对是个好老师。到底是不是？大家好好看戏。其实呢，说了这么半天这么热闹，大家也很好奇，这故事讲的是班叔传奇。说了这么半天，班叔在哪儿啊？班叔在后面。请各位，好，
们先请五位我们的主创，可以。对，还有一个重要的合影道具，也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拿上来。这是我们的标准字，白竹传奇。好，往前站一点，站到这个板子的后面。好，视线看左面，先左面，中间。右边，再回到中间。